또 까놓을게요. 짐승춤이라고 들어봤어? 어, 소리 괜찮죠? 리얼이 끊임없이 발전하듯 해등절도 발전해 나가야지. 뭐야? 짐승춤은 심오평곡에서 엄청 유명하다고. 새로 가게를 열거나 명절에 좋은 기운을 받고 싶은 집은 짐승춤을 의뢰하곤 해. 역시 호도 종류지. 해등절은. 어, 그렇소? 응, 호도 말이 맞아. 왜? 얜 누구지? 그냥 NPC인가? 아니네! 새로 나온 애네, 가면! 내가 쏠게. 2월 신캐구나. 1등 사기다! 운동아, 네 차례야! 여는 아무리 멀리 아무리 높게 와, 신학 목소리 진짜 오랜만이다. 어, 신학 스킨 나왔네. 연애 글을 담아 그리움을 보내니 돌아오지 못한 이가 있습니다. 이별의 시간은 결국 끝을 맺고 다시 만날 수 류맘 기대되긴 한다. 해등절은 가족이 함께하는 날이지. 기억나지 않아. 오, 새로운 애들도 나왔네. 몬스터 댕댕이 형이 나왔잖아. 됐겠지. 원래 전기 댕댕이밖에 없었는데. 모든 건 제 잘못입니다. 이 아이만은 살려주세요. 호호! 새로운 댕댕이가 나왔어요. 오! 이 몸은 하루에 찬미를 가니 잘 따라올 거라. 솔직히 룬 안경은 솔직히 각경이긴 해. 흩어져라. 안경이 있어서 매력적인 거라서. 선인의 왕님을 맞이하라. 아, 둘 다 나온 거네 스킨? 가문은 못 봤는데. 뭐야, 어디서 말씀하세요? 어디 상자에 갇혀 있는 거임? 아니, 소리가 왜 이렇게 멀어? 소리가 너무 안 들리는데. 미친 기믹풋이네 이젠. 아니 뭐 어떻게 했어? 어떻게 한 거야? 와, 근데 진짜 세트장은 항상 맨날 고트다, 고트. 오, 물 너무 예쁘다. 요한자 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여러분의 친구 大伟哥，一米大。大家好，我是阿然。俏英庄这个名字，大伟哥刚才也说有些印象，对吧？是啊，虽然具体在哪听过有点记不太清了，不过印象里是和茶有关。没错没错，我们陈玉谷的茶庄俏英庄一直都是以香闻列全闻名的，深厚这个茶谱相传是仙人留下的仙家机关嘛。这么厉害啊！ 毕竟这个茶府相传是仙人留下的仙家机关嘛，用它炒出的茶叶香气浓厚，口味确实是挺不一般的。而且坊间都流传，俏英庄的水土得到过仙人的护佑，原本就特别适合茶叶。底下悠悠的，哪怕不去尝尝仙家的加持，茶叶本身的品质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虽然我不是什么品茶的这个专业人士啊，但我知道。
同样挑选上等的茶叶，这茶叶啊也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最后味道出现很大差别。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真挺想尝尝这个仙家机关炒出的茶是什么味道。不过这么特别的茶会不会很难买啊？大伟哥放心，想喝到俏英庄的茶其实并非难事。俏英庄的后山上都是大片大片的茶田，产出的茶也都会销售到离月港甚至是其他国家去。而且热情的俏英庄居民本身就很喜欢喝茶，也很乐于用好茶来招待客人呢。比方说你要是遇到佳明，他肯定得把松萝仙芽、油韵单丛等等好茶都给你泡上尝尝。谢谢佳明。还有啊，说到佳明这个名字啊，听着就很亲切。佳明他的性格热情健谈，大家也都很喜欢和他相处。虽然说他的老家是在俏英庄，但他人却经常在离月港和仪陇部两地之间往返。他的主业是镖师，还有个副业是表演武兽戏。还有副业啊？年轻人的精神比较好。那我猜啊，副业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吧。大伟哥你好会猜，并且把表演武兽戏当作自己梦想的事业。哈哈，差点放歌，那个全部放过你啊。但他在这过程中还是吃了不少苦头。还跟家里人闹得不太开心。不过家里这部戏还真不是三分钟热度，他骨子里还是个很有坚持的人。他坚定地想要表演好武兽戏，在离月港甚至更远的地方做出成绩，这也是为了证明给家里看吧。最终他离开了家去追求梦想，虽然现在的生活有点辛苦，但佳明自己还算过得开心。哎呀，感觉他真的很有冲劲和闯劲啊，有机会还真挺想去看看他的武兽戏。机会说不定已经近在眼前了哦。哦，这感情好啊。佳明这么喜爱武兽戏，他的技能天赋当然也和他有关了。要不然我就先给大伟哥介绍介绍，也算是提前满足一下你的好奇了。原来是这么个近在眼前啊，可以可以。哇，산길이든물길이든호송하면서어디든안가봤겠어내가걱정마야골드등급호송원은그냥된게아니니까뭐야저댕댕이는뭐지스킬이있는애인가대기모션인가1등상이다얘는아네차례야나는물린것같은데佳明会将自己的武兽之法应用在各种场合。战斗中佳明高举兽首向前腾跃，在接触到目标或地形时向上腾空起跳，此时能进行格外强劲的下落攻击，对敌人造成火元素伤害。不过以这种形式释放的下落攻击会使佳明在落地时消耗部分生命值。好在佳明有好伙伴文仔的协助，当他在施展探焰惊泥舞召唤出文仔出场时，佳明将会恢复一定生命值，并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和文仔合力表演精彩的武兽戏，当文仔和佳明汇合时，还能帮助佳明恢复力气，让他的元素战技瑞兽登高楼能够立刻再次使用。武兽态势持续期间，只要佳明状态上佳，还可再次换出文仔登场助力。好精彩啊！这战斗啊，真像看了一场武兽戏。能让大伟哥有这样的观感就太好了。在创作佳明的过程中，我们学习并借鉴了舞狮这门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元素，比如跳跃、蹲桩、打滚、弓步、扣步等等，再和现代元素相结合，想要为大家呈现出一种具有霓虹质感和火焰包裹的全新武兽戏。印光舞狮。有心了，어려워보이긴해。我感觉啊，确实。난못만질듯。另外，战斗聚焦在跳跃这个核心元素上呢，也是想给大家传达一种步步高升的节庆氛围。还有文仔的加入，也希望在补足连击丰富度的同时，呈现出双狮合舞的感觉。这要是再敲个锣、打个鼓啊，喜庆的节日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啊。是呀，而且说到海灯节，今年也有一位老朋友要来和我们一起过节。혼다인이아닙니다。我知道那个女人。죄송하지만리볼입니다。没错，就是那个女人，流云界风真君。果然大家都很喜欢她啊。哎，说到流云真君啊，我想起来刚才收到了个消息啊，项目的同学啊给我发了个流云界风真君的视频。流云은완전서포션나올것같은데。能更了解她，我还没来得及看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来，
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哦莫莫。 어, 신기하다. 아니, 진짜 본인이 스스로하고 있잖아. 현재 玄云의 개발 진도는 이미 接近尾声了，或许大家和我一样，也想知道研发同学们对这个角色有怎样的看法。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采访一下他们吧。 아니, 옷이 약간 오징어 게임인데? 同学，能和我们聊一聊制作玄云这个角色的初衷吗？啊，其实很久以前啊，我们就有了将流云这封真君化作人形游历世间的想法。 正好呢，恰逢这次海灯节，为了让他就是出现在今后的故事里面更加自然、更加顺畅吧，我们就借着这次机会呢，去把他的形象制作出来，并且给他起了一个更加适合在人世间的角色。哇，根本都没做对呢，这个模式呢。在原神的玩法里还是有很多可以挖掘的潜力，我就以下路攻击来举例吧。其实这个玩法在我们游戏中一直都存在，但其实在实战中很少有角色能用得出来。 所以这次我们想尝试制作一个角色，他自身自己有一个角色，同时还能够把这个玩法加以运用。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在大学，我一直想做一个快乐的跑图人。我们一起，你们做些人后话。可能哪拉丁比的呢？他的仙气和机关术的结合还挺让人兴奋的。谁不喜欢那个女人呢？ 그분은싫어하는사람이있을까요？我不知道。哈哈哈哈哈。게임프로게임프로가게임이네。啊，什么问题？咸鱼又出 bug 了？机关术当时做起来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因为它不能太有科幻感，同时呢又要保持它的高级感。咸鱼的动作，它既要仙气飘飘，同时也要兼顾工科女的感觉。在打磨元素战记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一些问题。 有节奏的释放也是它的核心操作策略。哦，踢那个打兵的，控制空中的位移，又要考虑落地衔接的各种表现，还要考虑美术位移和程序位移之间的平衡关系。元素战记在俯冲下来的时候很难观察到敌人。电荷冲击的镜头开始还是挺眩晕的。其实我的抗眩晕等级，不过整体感觉还是挺顺利的，挺顺利的。唉。 아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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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
작품 준비죠? 뭐야? 대학생이셨어? 어, 개쩐다. 希望原爸和其他UP主们能让我们过个好年。 那么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各位旅行者们能喜欢仙云这个角色，大家再见。 아, 대학원생일수도 있긴 하겠다. 不愧是那个女人，就连制作幕后都这么有个性。说起来，这还是她第一次以人形的样貌见我们。 어, 근데 她制服打扮 별로 기대 안 했는데. 不过在我们面前大大方方的走来走去，确实还是第一次。看来这里面又有故事。 那他今年打算怎么过节呢？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年海灯节的主题——风筝。现在人间的机关造物可是越来越稀奇古怪了。之前呢确实不算，但今年从枫丹那边引进了神秘的机械装置，能够让风筝飞得又高又稳。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流云这部电视剧全部莫名的攀比心吧，什么枫丹科技肯定比不过本仙的发明创造。看来大伟哥真的很熟悉这位老朋友啊，完全正确。那个女人太可爱了。是呀，她虽然脾气不小，但性格一点也不差，敢爱敢恨，作风正直又富有侠义心肠，有时候好像有些心口不一，有时候又还有一点脱线。 可他的幽默总是能让人印象深刻。是的，虽然是个仙人呐，但非常有亲切感，真像是一位热心的邻居。在流云界风真君以闲云之名正式入住璃月港，成为我们的邻居之前，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大伟哥肯定很好奇他过去的故事吧？哎呀，我的聊天讲故事的本事肯定没他好。
不如到时候亲自去找他了解一下，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海灯节以及贤鹤之章吧。可以，每次有流云真君的剧情啊，都挺欢乐的，我很期待。哦，그러면은유언이옷디자인해준걸까？闲云啦。没错，你们的那我也来分享一下。이번애들신캐나오잖아근데그두명이리얼이잖아기관술에오묘함은무궁무진하여한두마디로설명할수있는것이아니지근데왜항상이얘기를할때마다다들졸아버리는건지인간일때목소리가더좋네바람타고훨씬어려지긴했다바람과함께구름이돌아왔노라流云剑锋真君这个称号，再加上鹤的外形，不难让人联想出轻盈御风的仙人形象。闲云能进行制作三次的特殊跳跃入天梯，并且能根据具体情况在后两分钟选择地面释放或是在空中释放。这个过程中还能化形为鹤进行特殊的下落攻击。不仅如此，闲云更能轻换先锋，召唤自己引以为傲的发明创造。机关逐心，在持续恢复同伴生命值的同时，也能御风助推，让同伴获得轻盈的跳跃能力，提升跳跃的高度，并在同伴完成下落攻击时造成风元素范围伤害，让整个队伍都如有仙助。看起来很有意思啊，身形轻盈，来去如风，而且还能为大家提供协助，就像是一位默默关照他人的热心长辈。是的，希望能把闲云的这份人格魅力传递给大家。那除了这两位有趣的角色之外，这次我们还有机会邀请到哪些角色入队呢？那就来看看 4.4 版本的活动祈愿吧。在 4.4 版本，闲云与纳西达将会在第一期活动祈愿中出现，并提升获取概率，同时加名的获取概率也将大幅提升。全新武器将出现在同期的武器活动祈愿中。在第二期活动祈愿中，雕和八重神子也将迎来复刻。야이거는너무의도가너무좀불순한데손을뒤에다가넣네。大伟哥去那边看看，那里还会有其他同事来和大伟哥讲讲沉鱼谷的故事。好的好的，也谢谢阿然的分享。那么在去仪容部之前啊，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组兑换码吧。여러분리링코드받아가십시오BBQ 머지원신뒷광고인가요해명부탁드립니다해명코다사이 BBQ 맛있겠다그치 BBQ 맛있겠다백출그거말하는거아니야치아야부유치아야부유였나그거77단점프가아니면은뽑을이유가없다면서애들이엄청백출놀렸잖아그때잠깐만님네나큰일난것같은데
大伟哥，你感觉沉郁谷的景色怎么样？我还没看到太多，目前感觉还挺美的，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大伟哥爱提敏锐，沉郁谷这里流传着很多与仙人有关的传说，还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是吧？而且目前看来啊，沉郁谷这边的人文建筑好像都有点徽派建筑的味道。没错没错，就拿俏一庄来说吧，它依山傍水，因势而建，附近还有不少溪流河川，而徽派建筑这种白墙黑瓦色彩分明的特点就更是锦上添花，让村落看上去鳞次栉比，井然有序。哎，说起水啊，沉郁谷这边水还挺多的，一路上大大小小的溪流河川可是真不少。仪陇瀑这里啊，还有条这么高这么大的瀑布，气势很磅礴啊。确实，这就得给大伟哥讲讲仪陇瀑这里流传的传说了。哦，大伟哥应该知道，璃月港的人们都相信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就是阎王爷，先民正是跟随着阎王帝君，在他的护佑下才建立起了繁荣的城市和港口。听起来还有个但是。不错，但是在沉郁谷也有人相信，除了阎王爷以外，还有别的魔神和众仙保佑着沉郁谷先民的祖先。比如说啊，在仪陇瀑这里，大家都听过一个传说，关于一位名叫福井的鲤鱼仙人。难怪这里有不少鲤鱼形状的灯啊，应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也可以这么想，在当地的传说中啊，金色的鲤鱼可是好运的象征呢。而且仪陇瀑衔接着枫丹，是两国之间重要的交通贸易枢纽，嘉明任职的剑侠镖局就在仪陇瀑，可以看到仪陇瀑本身的地势非常高，自古就是座难以攀岩的高山，在过去的传说中也曾是仙人隐居之处。后来呀，因为种种原因，一些仙人迁居之地形成了新的景观。为了解决这瀑布高悬带来的不便，人们修建了一座高大的水利升降机。哦，原来如此，他们的成果还真是壮观啊。是呀，而且这瀑布之下还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大河，贯穿整个沉郁谷。既然已经说到了这条河，我们沿着河川看过去，大伟哥应该也注意到了河道上那对巨大的玉珏了吧？那里就是宝珏口，算是沉郁谷中最有名的地标之一了。真的吗？是呀，刚才这对玉珏应该也是过去的仙人留下的吧？像这么壮观又瑰丽的景色，应该也只有仙人能创造出来吧？传说宝珏口的这对玉珏，就是仙人为了保护人民防洪治涝，同样风景那是多也不错。心系人民的仙人，确实还挺值得大家敬爱啊！这里的种种传说，同样风景的感觉还挺浪漫的。是的，我们也来看看沉郁谷的其他地方吧。像玲珑山是历史悠久的古华派的发祥之地，耀蝶谷和悬链山就分别是传说中白蛇和鲤鱼仙人的住所。还有南方的赤章城垣是属于昔日冲突的遗迹。沉郁谷还真辽阔啊，和刚才说的一样，这片土地上还到处都遗留着仙人的足迹，宝器啊，洞府啊，说不定就散落在这雾气缭绕的高山之间呢。你别说，沉郁谷也有不少高山，但我总感觉和以往常见的璃月山岩还不太一样。沉郁谷这边的山岭更像是峰峦叠嶂的黄山，这些山峦的颜色好像是水墨画一样，时不时还会有一抹灵动的青色晕染，再加上山岭之间还藏着各种各样的奇特景观，我就觉得呀，沉郁谷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仙人的传说流传后世，和这种独一无二的地理风貌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吧。感觉是这个道理，大自然还真有鬼斧神工啊。当你漫游沉郁谷的时候，登临山岭高处就会看到那些跌宕起伏的云海，根据日光的变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华美景象，缭绕的云雾轻轻拂过你的身边，简直就像是置身仙境一样。哎呀，你也太会描述景色了，说的我的期待值都拉满了。还不止这些哦，除了仙迹和美景，沉郁谷中还栖息着传说中的灵兽哦。哦，比如隐山泥兽，根据本地老人的说法，他们是这片土地原本的主人，如今隐居在崇山峻岭之间。虽然说是传说中的祥瑞之兽，但若是有人贸然闯入他们的领地，打扰了他们的安宁，也是会被毫不留情地赶出去的哦。
它的外形啊，包括战斗表现都好鲜好灵哦，我喜欢。顺带一提，仪农部家喻户晓的武兽戏，这就是以传说中离兽的形象为原型进行的表演。嘉明身边的文仔其实也是离兽哦，看来这之间也有故事啊。那就来看看隐山离兽的故事吧。가명이너도들어봤니그래서그게진짜예요굉장히수상한 재촉하지말거라그영물을논하려면지목협곡이야기가빠질수없지산수와구름이끝없이펼쳐진그곳은신수에관한전설이전해지는곳이거든네가궁금해하는그건일단상예라고부르도록할까소문에따르면그건선인의권속이자길조를나타내는짐승이라고해또홀로산과숲을걸을땐구름을온몸에둘러와새로운느낌으로해놨네이번건그뿔만이희미하게보인다고하지평소엔눈을감고아이게아까나왔던그건가보다이상한낌새를느끼면바위마저부숴버릴분노를보이지그움직임은마치구름처럼예측할수없고공세는마치폭포처럼맹렬하다고해다만세상이평화로운지금은깊은산속에은거하고있어산에를쉬볼수없다고하지 이게바로내가들은전설이란다이걸짐승춤으로표현하기는쉽지않을걸괜찮아요꾸준히노력하다보면분명할수있을거예요보세요문동이도그렇대요문동이陈玉谷这么辽阔一下子是讲不完的最近陈玉谷的水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连香茶的气味也变得不如从前了到时候还烦请各位旅行者跟随行멍둥이라니요선생님帮助解决이름이어떻게멍둥이겠어요茶叶问题吧再次感谢两位同学아니채팅창어이가없네누가강아지이름을멍둥이로지어멍둥이로지어요稍作休息准备了解一下今年海灯节的活动吧멍둥이라고들었는데멍둥이는어떻게어떻게채팅창어이가없네 멍둥이는뭐야 갈아빻다물어이러고있네 아니붕괴스타일도아니고빻다가또왜나와근데루마는확실히그런게있어타이즈덕후인것같아자기옷도저렇게타이즈입혀놓은거보면은진짜타이즈덕후가분명한패션의리더라니 언제하냐고이거모르겠네근데뽑아놔서다행이다 키키진짜키워놨는데接下来就让我们和阿明一起来看看今年的海灯节吧우리라이오솔리때문에제가키워놨었거든听了刚才一些铺垫我还真挺期待今年海灯节的今年都会有些什么样的惊喜呢那么我就来抛砖引玉一下刚才阿然也提到今年海灯节的主题是风筝还将璃月的传统手工艺风筝与枫丹的械动式垂直拉升装置进行了结合机械风筝不知道和流云真君的机关比起来哪个技术力更强啊这可不好说呀哎，我小时候也放过风筝但其实我对风筝了解不是特别多为什么会选用风筝来当主题呢我想可能是它能承载
뭘 사람을 매달아요. 这倒是和肖登有异曲同工之妙。아니무슨일본에있는뭐닌자그런것도아니고风筝还真就像그런거있지않나일본닌자중에서연사람매달아가지고그거하는거있지않나平时最常见的风筝应该是飞鸟图案。몬스터헌터我记得有传说是古人受到飞鸟启发创作了风筝。고양이들이매달려가지고연날리는거있거든哎，是啊，我以前放的也是燕子风筝。不过现在已经有很多不同样式的옛날중국에서전쟁에서막그래요신기하네图案还挺受欢迎的比如锦鲤아뭐야귀여워彩蝶哇귀여워这些图案都很有特色除了表达美好的祝愿也能让看到的人们感受到祝福而且放风筝本身也是非常有益身心的活动是的大伟哥也可以先来海灯节里体验体验저거갖고싶다약간쭉쭉도시영도줬으면좋겠다甘雨和申鹤将会穿着流云借风筝아맞네류니만든거맞네来和大家共度예맞네没错同时邢秋也准备了一套新衣装只要游玩海灯节活动达到最终目标就能够免费获得아근데哇那快看看老朋友们的新衣装是什么样子呢어행추다어뭐야행주뭐야헐이거배포인가보다오개이쁘네와머리뭐야감옥겁나이뻐와이거는와이건감옥한테울겠는데부럽다와개쩐다와와배포미친와진짜너무예뻐뭐야와진짜예쁘다와뒷모습이진짜다确实好看明明是来给大伟哥너무예쁘게저거봐배포줄줄알았다행추는무조건배포야那我赶紧来讲讲今年海灯节上都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吧好嘞今年海灯节上진짜예쁘게너무잘만들었다主要有三个游玩活动分别是指引巡遥、瑞兽欢悦和异光明星。感觉光听名字就能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了。행추는필요없다고라고말하는사람들개같이스토리를밀면서행추를받으면행복해한다好好好，快讲讲，讲讲怎么个推陈出新吧。那先来说说这个指引巡遥吧。拆解名字的话，就是用指引的形式来寻觅。그래도잘쓰는캐릭터스킨주면좀좋지않나流传已久的艺术。행추라서많이쓰지않나灵活运用画片和灯具，可以让画面在幕布上活起来，再结合风丹的映影相关技术，改编成一种新颖的互动游戏，叫做剪纸戏。회사도돈은벌어야될거아닙니까哎，감옥배포는좀아니지会心一笑。哎，감옥배포는절대안해줘내가봤을때는하늘이더똥나도안줄걸인기도개많은캐릭터라서절대안줄걸팔았으면팔았지来做美食的故事吧。哎，被大伟哥猜对了。没错，哎，帮我黑住，这个活动玩法呢，操作上比较简单，老少皆宜。我们需要控制锅巴和月桂进行移动，在特定的步数限制下解开谜题，破除障碍。걸음수안에저거먹어야되는거네。一起收集到食材，就可以成功烹饪出各种美味佳肴了。헬테이커마냥这个规则是不是看起来还蛮简单的？的确，门槛不高，玩一遍应该就会了，确实很有节庆气氛。不过呢，也不要太过小看这个游戏了。在后几关挑战中可能需要引导보인다보여또이거문제풀때러키님능기수준키키호소자기들도다这样月桂원태풍아니면서不同的起始点开始行动也能节省下一些步数이러고채팅칠것도편하다고하네第二个活动瑞兽欢悦是武兽队在武兽系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以及趣味性改良的碰碰武兽系玩法둥둥진짜希望大家能够在茶余饭后活动活动同时아니원신애들동동이라는말에완전빠졌네동동모자도그렇고武兽系啊看着就挺有意思的但要自己去体验武兽门槛还是有点高的那这个趣味活动啊说不定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火花这个火花可是靠碰撞出来的哦这个活动共有三个关卡地势连连来时节净灯高和彩青征集哇哇我们可以通过匹配让店家帮忙组局也可以自行邀请亲朋好友组团游玩当进入关卡场地后我们需要在限定时间内达成不同的关卡目标尽可能取得更高的评分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穿戴特制的武兽系然后进入武兽碰碰状态약간그거다우리그거있었잖아感觉会很欢乐배타가지고이렇게먹는거있었잖아而且在游玩过程中还可以稍微使点小怪
기억나？我们屋里屋里头是怎么回事？他们大概宁愿不去抢积分，也要来弹开我。那也不能光顾着使坏啊。三个关卡还是有一些特定规则的。比如历史连连来最容易上手，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去争夺尽可能多的历史茶饼。去弹开别的玩家也能获得他掉落的茶饼。 时节竞登高，还额外要去抢占时不时出现的高地来保持豪气值，同时也可以通过弹开别的玩家让他抢不到高地。采青争高的话，主要前往时不时刷新的安全区域里，规避掉麻辣气氛的影响，从而保持。哦，这个挺有意思的，一起啊！当然，既然出现了安全区域，也就是说可以去弹开别的玩家，让他进不了安全区域，一直被麻辣锅击冲。大家都是有玩的，有了就给，一起啊！大伟哥已经懂了。 领先损友一步，最后一个活动，异光云行，我们可以借助金里浮月的力量，在烟花绽放的空中穿梭，并在这个过程中收集尽可能多的玉莲灯笼来积累。还挺放心，金里会一直保护我们，不会让烟花伤害到我们。模样的光光，天空中。 能把这份喜庆又吉祥的节日气氛传达给每一位旅行者。当节庆热度足够高涨，各位可以从十位璃月四星角色中任选一位，邀请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其中也包括我们的新朋友佳明哦。哦，不要哦。累计登录活动、富贵登门也会在海灯节期间开放，旅行者们可以领取最多10枚纠缠之源在内的奖励。 同时，为了感谢旅行者们在过去一年里的支持与陪伴，我们还将通过游戏内邮件的方式为旅行者们送上纠缠之源。希望在这海灯佳节之际，大家都能放飞承载梦想与祝愿的风筝，乘风到达理想的地方。没错，也祝愿各位能和亲朋好友一同享受欢乐的时光。说的对啊，不过我们的节目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看看第三组兑换码吧。 이건 뭐야? 저 일러스트 누구지? 모르겠어. 야창인지도 모르겠어. 뭔 종료야? 아, 선생님, 그분은 퇴근하신 지 좀 됐어요. 명퇴인 명퇴 거기는 퇴근도 아니야 퇴직이야 그냥 모르겠다 근데 뭐 약간 떡밥 같은데 일부러 일러스트를 저렇게 만들 이유가 없어 뭐가 있으니까 만들었겠지? 야찬데 근데 야차는 아닌 것 같고 선임일 것 같은데 야차 이야기는 또 나올 게 있나? 아닌가? 소 때문에 또 나올라나 야차 이야기가? 뒤에 소가 있긴 하잖아 약간 이런 느낌 나는 곳에서 초밥 먹었는데 기분 좋더라 물 막 이렇게 있고 한 데 있었는데 거기서 초밥 먹었거든? 좋긴 좋더라 비싼 게 최고긴 해 수성 목적? 어 어떻게 알았어? 잠깐만 어 어떻게 알았어? 소름 돋아 잠깐만 너 뭐야 너 누구야 대구 수성모쪽 맞아 어떻게 알았어? 아 진짜? 누구랑 갔냐고? 쟤랑 갔냐고 자기야 나 티내지 말랬지 나 방송 중이잖아
농담이고 고등학교 때 친구랑 갔었음. 그거 아직도 있나? 친구가 엄청 맛있는 집이라서 친구 두 명이랑 같이 갔었거든? 아직도 기억나. 아직 있어? 아 그래? 수송못이 있으면 유송못도 있나요? 저 사람 자르셈. 얼후? 어허. 신기하다. 저건 뭘로 연주하는 거지? 줄 딱 한 줄, 두 줄 정도만 있는 것 같은데. 大伟哥你知不知道 아직은 다른 건데 술 있으면 무조건 그분이 또 오시긴 하는데. 起因其实是我们接下了望舒客栈的委托，暂时接手寿商的盐校，成为了望舒客栈的代理大厨，满足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对璃月佳肴的好奇心。让我想到了一句老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蒙德到期"。 오, 뭐야, 얘들 진짜 개 많이 오는데. 都会有我们熟悉的朋友们前来。至于他们的目的以及在这里发生了什么。 就请各位旅行者届时亲自去揭晓答案吧。那肯定了，我们需要去亲自去揭晓。哇，嗯식꾸미는것도있다。不错不错，招待朋友这事我最开心了。另外。 最近蒙德也正发生着一些神秘事件，有些神秘的雕像突兀的出现在大地上空中，导致秋秋人们突然变得举止反常起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前去调查其中暗藏的真相和秘密了，对吧？没错，大伟哥已经适应了这么久，毕竟也旅行了这么久。长梦门这个案要死，我们需要先操控乌帕诺之眼，依附在秋秋人与风石莱姆身上。 潜入部落营地中，同时需要小心的避开我们的干扰那些能识破我们伪装的萨满，直到抵达营地深处找到并调查那些神秘的雕像。这潜行看起来好流畅哦。调查完雕像后，我们将能造访幽深的秘境，等待我们的僵尸一只体格异常硕大的秋秋萨满。这秋秋萨满非常强大，我们需要见招拆招，把它的能力。 转化为我们的武器，击破他召唤的六倍大日落果，使他在地面残留的果汁中摔倒，把他召唤的卷心菜朝他打回去，眩晕住他，还有利用他召唤的大型风场飞起来，并使用下落攻击的冲击波战胜他等等。用他的力量来战胜他，听起来很刺激啊！除了秋秋人部落的神秘雕像，在波鬼云爵的秘境深处。 还有其他来历成谜的敌人正在蓄势备战，每个挑战包含四轮战斗，在不同战斗轮次中，我们可以从数名随机的试用角色中选择两或四位加入队伍，每名角色初始具有两点战役值，每出战一轮就会损失一点。同时，每个挑战都具有独特的激荡战役，会根据队伍中角色战役值的总和提供特定效果，我们需要留意该效果并合理加以利用。 最终完成挑战，获取奖励。感觉可以借助试用角色去进行尝试一些新的配对和战略。对的，希望旅行者能享受不同的配对带来的战斗体验。除此之外，七圣召唤也有一些更新。除了常规的热斗模式更新，七圣召唤的铸境盐也将再次开放。旅行者可以选择不同的附加条件获取积分来领取奖励。其次。 精通已有活动也将如期而至，需要培养角色的旅行者们不要错过哦。最后说到培养角色，针对圣衣物的养成体验也在持续优化中。哦，本次增加了圣衣物快速装备的新功能，旅行者可以选择自定义方案。
오 이건 좋다. 빠른 장사 개 좋은데? 이런 거 있었으면 좋겠다라고 생각했는데. 그냥 국수에는 있잖아. 也感谢阿明带来的分享。大伟 어, 저건 진짜 개 편하겠다. 预祝大家海灯节快乐！海灯节快乐！ 나 맨날 찾아야 되는데. 除此之外 4.4 版本期间，《原神》第二章封单篇 OST《万流始源之海》也即将与大家见面。专辑共有三张分碟。 共收录60余首由 HoYoMix 音乐团队为原神封丹地区创作的原声音乐，旅行者们敬请期待。鲤鱼，哦，这个地方我还没去过，赛特上还没，古建一波了，还没去过。顺利等等，赛特上好像过不了吧？祝福。旅行者游历成玉谷，还会有鲤鱼仙人辅警的指引相伴。我代表原神项目组。 带着对各位旅行者的感谢与祝福，愿各位旅行者年年安康，诸事顺利，鱼跃龙门，亦有期。哦，좋다좋아。 애니 소식은 한참 멀었을걸? 자, 오늘 이렇게 해서 4.4 특별 방송 봤는데 좋았습니다. 아, 그리고 여러분들께 할 이야기가 있는데 이 자리를 위해서 할 얘기가 좀 있습니다. 자, 종려성우님 모셔왔습니다. 토크쇼로. 정말 어렵사리 모신 분이고요. 설득 정말 많이 시켰습니다. 그래서 종려성우님이 원래 이번 주 주말에 성우 토크쇼를 원래 진행하기로 했었었는데 성우님의 이제 좀 개인 사정으로 인해서 좀 미뤄졌어요. 그래서 2월 4일 오후 8시에 성우 토크쇼가 있을 예정이니 만관부입니다. 만관부. 네, 표현재 성우님 정말 어렵게 모셨으니 만관부 만관부. 아시겠나요? 알겠습니다. 오케이. 그럼 특별 방송 리뷰는 여기까지. 녹화 끝!